哟，我是猫王光。相信近期有关注我的观众啊，应该多少都知道啊，我在过去这一整周里啊，内心对于签字的移民到底有多挣扎。在10月9号，也就是希诺宁登场的当天啊，我就一直在烦恼啊。一方面是真的很想补签值的移民，但另一方面呢，原石又只剩不到20000，而眼前呢就是恰斯卡和火神，真的是巨难受啊，各位。那屏幕前的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现在才会想抽移民呢？啊，毕竟之前啊，非满命的签值只是个伤害很普通的后台复吸而已哦，对队伍呢并没有什么其他实质上的争议效果，所以基本上呢很少实战队伍会有位置给他录，即便官方的影片将他和纳维亚放在一起组队了，但其实这有一点呵呵，因为没有一命的签字呢根本不适合组在一起哦。主要原因是纳维亚本身呢并没有炎造物，所以签字呢会少一个人偶啊，伤害会大打折扣。那如果你说加个重力进去不就有了吗？哎，很遗憾，如果你真的这样想的话，那我就跟你讲一下，纳维亚他是很需要异色队友来产结晶反应来补充子弹的、哦、并且天赋呢也就跟你明说了，顶多双眼，其他两个人请放异色队友。然而为什么在希诺宁登场之后啊，尤其是在有二命的希诺宁啊，牵制一命的价值就突然上升了不少呢？且听我道来，后面还有实测对比哦。首先，希诺宁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张 T0 级别的人权卡，本身能拐水火冰雷炎无属性，在此之上呢，又能跑图又能奶。你看被弗妮娜吸掉的一半血啊，这不就每人喂一口直接奶回来呢？看着美滋滋的巨大奶量啊，又有谁能拒绝呢？所以他基本上就不会是个仓库角，是非常泛用的人权，而常用是第一点。再来是千玺这个组合啊，非常舒服的地方就是千之一一自动切到希诺宁 EAA10， 哎，又可触发千之天赋的协同攻击，像是现在这画面上的84230的数字啊，就是这天赋打的，并且加上勇者套的希诺宁的减炎抗加增炎伤，加上强力的双炎共鸣啊，也让千之以及整体队伍的伤害和生存都获得了更进一步的提升。而在大世界啊，这两人都对跑图有所提升哦，真的是环环相扣，逻辑自洽，千玺组合值得拥有。接着放个伤害对比，右边队伍有希诺宁，左边没有，不用怀疑，你没有看错，同样的配置只差一个有希诺宁，一个没有，一的第一下呢就要差了2.5万的伤害。什么概念？纵使是炎系的专辅，满命的五郎，在吃满天赋的三炎堆里，提升都没有希诺宁来的大。接着每段人偶的伤害也都差了这么多，我这都还没有启动希诺宁的勇者套呢。那我们这里看一下，启动了希诺宁的勇者套，伤害又会是怎么样呢？可以看到，我都没吃结晶，伤害就破100000了。那人偶的每段伤害也是来到了53455哦。那相信大家看到这里也是比较能理解，为何希诺宁对于签值的提升是无比巨大的吧？所以说，大家应该多少能理解为什么拥有二命希诺宁却只有零命签值的我会这么苦恼了吧？虽然零命也是能组在一起，但少一个人偶和吃不满天赋的增伤，虽然也不是不能打，但真的会挺懊恼的、哦。因为讲真的，签值的日配啊，主打采奈。本就超级加分的啦，以及那个人偶那么可爱，能召唤两只的话，怎么舍得只召唤一只呢？甚至还可以小玩一下空投。像是现在这个队伍在大世界的自动战斗体验就挺舒服了，尤其是对于手机党而言啊，这解放双手的自动战斗体验啊，用过就回不去了。基本上就是召唤物在攻击，我们负责捡掉落物，也是所谓的召唤物流啊。那再聊一下它的毒点哦，毕竟它的人偶是不会自己移动的，而一技能冷却又有16秒，哇，超久的，所以偶尔在一些地方你的一如果位置没放好的话，就会比较尴尬了。而想要解这个毒点啊，除了选这个会让伤害大打折扣的祭礼剑以外啊，那就是最神的满命啊。因为上一段实战啊，注意一技能的冷却时间，你看好了，再放一次，怪落地前闪避一下。好，一技能冷却好了，直接瞬移下一个地方，每4秒就可以一段，真的牛逼。而且这满命的效果啊，甚至遇到岩石莱姆啊，也可以用物理伤害直接打，这大世界简直没天敌了。好，话题有点扯远了、啊、怎么不知不觉已经变成在做牵制的攻略了、啊。好，那我们回到主线哦，先让你们看一下我在10月9号，也就是希诺宁第一天的直播精华。再来不来。
啊？老实说，哇，那我这样快满命，有点想笑笑不出来，这一个十抽吧。我爱你啊，千姿，二十抽，这是我最后的波纹了。没有，算了算了，心情不好，烦呢、欸，怎么歪了？我没原石了，心情不好。我去抽千姿的一命，结果歪了。我刚刚考虑了一整天，我下定决心要去抽千姿的一命，然后你猜怎样？歪了。哈哈哈！我好不容易动心了一次，他却让我输得好彻底啊！啊，好想要千姿的一命哦，可是火神就在眼前。说真的，如果不是因为后面感觉还有好几个重要角色，我现在就会可能真的说话下去了。就为了一命的千姿，哎，原石不够，真的是哦，千姿被那个方方这样子设计成这样，就是负一命，那讨厌呢。这是奇诺女的传说，特地选的卡奇娜，我想来仿一下千姿有一命的感觉，让我多多感受一下。咦呢，有两个人哦，先偷放个炎罩物，哈哈，这样就是仿一命的千姿啦。哎，好空虚啊，如果是真的就好了。好难受哦，然后千姿的一命。嘿，来了，已经是大保底了，终于一命了，想了老半天还是一命的。米哈游，我原本没有要抽他的命做的，本来就没有，因为延续是真的超级，就只有中离犯用嘛，基本上没在玩，我就抽一个千姿放仓库，美美的。结果，哎，金诺年啊，尤其是信用年，除了管严以外，他二命他妈还减抗，哇，大保底交了，我这原石是真的零结晶。真是蛮意思的，就后面还想要抽火神，然后又想要抽恰斯卡的，就这种资源根本就基本上是不允许我抽的。但我这几天就一直在想，还是抽了，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要错过他的话，我可能要等很久。你看看像是莱欧斯利啊，或者是申赫啊，你一错过，你可能要等一两年以上啊。然后千姿他又是如达彩奈配音的嘛，声音又超可爱的，左思右想啊，我觉得啊，我还是抽了吧。呀，我老婆，哎、欸，哦，好爽哦，终于看到两个了。看看这有几个召唤物啊，嗯。来一个双金吧。不亏耶，老实说，这真的不亏。因为我本来就有那个希诺米了，二加一。哦哦，这不就很舒服吗？哇！啊，这时候弹幕就说这是什么逼动静。你这基本上也是双金了。哎、欸，老实说，我在抽之前啊，一直在想哦，如果我真的都没有歪，那我等于说我就真的是跟那个希诺尼的专武啊，就当面错过。那错过就错过吧，算了，就用西风剑。但我想，但我都已经二加零的希诺尼，然后那西风剑又超不匹配外观的，哇，不愧是专武啊，是真尼玛好看。哦，前次大师蟹毒眼就真的一技能冷却，我们其实伤害也没掉多少，应该是掉很多。25250啊，基底剑差那么多，我不用说了，三五牛逼。感谢大家看到这里，我记得是测希诺尼暴击头西风剑跟治疗头专武的治疗量对比，给大家做个参考。这一公司会跳八下，也就是说右边专武治疗头啊会治疗80000多的血量啊。这也是没有叠专武的被动啊，如果有叠的话，防御还会再加上去，还会再多补一点点。这里就来一段叠专武被动给各位参考。防御价335，与刚刚相比每一跳是多了473，
那最后呢，我就来一段深渊上班的三点打给大家做一个分享。振動の権限呪言チョック呪言はっ一歩お披露目だはっ一歩チョック律令分け山の地振動の権限無限化せよ呪言律令歌え僕の玉元に分け山の地有限なる雷光姿を残す無限化紅に染まって散りなさい。好，那今天的影片视频还是真的有点长，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看到这里啊。如果有的话，你可以留个言让我知道吗？那谢谢大家。好，那给大家先看个面板啊。那首先是八重生子的。好，然后是满的啊。对，然后这是千之。分五。哇，这钻武是真的超好看的，没钻的话也是可以用黎明神剑的，也是很有性价比的。然后秦洛林，等你。然后弗琳娜。也是二命。好，那总之最后啊，我还是很庆幸我抽了一命的千姿啊，毕竟这千玺组合、啊、这真的啊很香，也很万用啊，不然我也不会犹豫这么久，对吧？那最后如果你也想要组千玺组合啊，那我就说了，如果你抽不到一命千姿的话，那我想你还是算了吧，先算了、啊，等复刻再说啊，毕竟这个造价是真的有一点贵哦，因为尤其。建议是真的希诺宁有二命以上啊，虽然零命希诺宁就可以减抗了，但那个必须要一技能启动啊，要能后台常驻减抗啊跟增伤，那还真的是得二命。所以如果你有二命的希诺宁，然后你又有预算啊，想要来抽个一命前置的话，那你这一点自己斟酌啊。我自己是觉得挺划算的、啊，对我个人而言，因为我真的也是喜欢千姿这名角色的啊，前面有讲过，这里就不再赘述。好，而且千姿这名角色啊，地位也比较特殊一点，就是里面啊是真的很少有队伍能入哦，所以这点真的要不要抽啊，看个人斟酌。而且重点是火神就在眼前哦，所以平民党啊，建议是先拿下里面的希诺宁，然后之后的原始啊就备战火神吧。好。那之后有新的角色啊，我也会常常做攻略啦，那希望可以的话帮忙点个赞，然后订阅关注支持一下、啊、感谢大家。那我是莫忘光，我们就下部影片视频又或者是直播上再见啦，感谢各位的收看。